它有悬浮的仪表台、集成的出风口，让成员舱的空间呢足够大。我们的中控大厅也支持物理键盘的拓展，这对键盘党来说、机械党来说特别实用的功能。这个屏的四周都可拓展，直接吸个键盘上去。中控台下面的储物空间里面，我们也设计了标准接口。我们的座椅后背还有标准化接口，支持拓展平板，还支持拓展小桌板。